《民视证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视证经》第一百零三集的播出。我是新台高钟诚教授。咱今日要来甲各位报告呢吼，是交顶礼拜吼有关联的这个石浦沙瓦 A 级哦，交日本诶股份有限公司诶建立，这个两千零二十四年新的一票一万块诶。 伊诶，人头上要对即个啊，福库早话有气质，就是福泽谕吉；改造是不沙话儿吉，色泽容易。即两个人对日本诶民族威信，拢非常诶重要。啊，是不沙话儿吉呢吼，英英啊，英英呢吼，伊是会当讲是日本啊资本主义啊几乎啦，啊是日本经营。 啊，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所以那离这个日本啊，啊是咱台湾学企业管理的人呢，大部分拢会捌啊，这个不少啊，A 字。啊，二零两千零二十四年呢，啊，要来奉做人头商啊，来啊印于日票顶面呢。所以像这里一九六三年啊，迄阵日本人就对伊个功劳就真怀念。啊，二一九六三年就曾经。 要来选择到伊呢，来做当时入票诶、這個，即个啊，来别诶人头上诶人。但是呢，迄阵日本人因诶印刷的技术啊，印刷的技术呢，还阁无法度防止即个伪造。所以呢，吼啊，即、這个女性啦，啊是无喙手诶，吼，要做即个人头上拢较无适合，因为无喙手较够去用伪造。所以迄阵才可惜呢，吼。 这个啊，A 机啊，英俊呢，伫一九六三年就无做这个啊，日票诶，人头相啊，进两千二十四呢。因为即啊这个日本这个防伪造诶技术已经进步啦，所以无无问题咧，所以要来用伊来做人头相啊，诶，日本啊啊，伊自从伫一九空几年呢，啊，曾经伫这个朝鲜呐、啊。 诶，第一国立银行做负责人，伊希望要将啊，第一啊国立银行，即是一间私人诶股份有限公司呢，哦，甲变做朝鲜诶中央银行，但是呢，伊藤博文无同意咧吼、哦，所以伊一气之下咧吼，将伊诶头像印伫迄阵诶韩国诶韩国钱顶面做头像，啊，所以韩国人咧才会看到伊。 来看到较早日本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呢，吼，啊来对批评，所以伊即即届，即是算第二届啊，用伊诶人头像，要来做钱诶即个人头像。啊，伊呢伫日本，伫即个银行诶制度的建立，啊，佫伊即个股份有限公司啊诶制度诶鼓吹交推上呢，吼、哦，伊拢非常用心。 今日，咱后要来甲各位继续到顶礼拜。咱顶礼拜有甲各位报告，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阵，一八六七年十月呢，啊，德川庆喜呢，吼，伊从大政奉还，和明治天皇啊来展开着明治维新的吼。但是各位，咱来注意，当时日本呢，吼，离江河时代两百六十几年。 所以累积的国家财富啊，拢伫日本的私人的企业，哦，啊，搁因日本寡即个华族贵族就对了，啊，包括因只各地的环，各地的环呢，哦，你想讲土沙土佐环，啊，啊是加贺加贺环，因只的环呢吼，伫、哦、即个大政奉还的时阵呢吼。哦 行政权，民国兵底天皇，但是钱并冇交予民底天皇啊，钱并冇交倒去民底天皇，所以民底天皇伊接到诶是，其实是一个烂摊子，啊，就是讲啊，日本已经内战咯，哦，即、这个开国派交即个尊王攘夷派已经拍起来了，啊，伊接到即个行政权，还佮面临着内战，啊，佮无钱。 啊，无钱第一件代志著是爱啊，发行公债来甲百姓借钱，所以爱设定银行。设定银行呢，吼、哦、来收旧钱当来，啊来发行新钱。啊，即马呢，则过来同时发行公债来甲百姓借钱，所以即个工作，你明治维新的初期是第一要务啊。啊，这若做无好。 变成明治天皇伊诶改革个威信，伊诶啊信用就规诶拍破，明治威信就失败咯。所以即件代志非常个重要。但是对明治天皇来讲，落地也无钱，免安那印钱。伊落地也无外汇，免安那印钱。咱全世界各国，若要印钱，著、就是爱国库内底有黄金、有白银，吼，抑是有外汇。 安尼，人百姓唔才系相信，阿要来啊接受你所发行的即、這个啊，即、這个钱，啊无钱呢？哦，是纸印的哩。你若无只黄金白银，啊是外汇，你印出來一张纸嘛，无法多去有啥物价值啊。所以讲，当时呢，二十九世纪，哦，大部分的国家拢用黄金做本位，啊，就是讲伊的即、這个。 中央银行内底，伊有黄金偌债，啊，则按照即个黄金诶比例来发行啊，即、這个钱，啊、哦，啊，即、這个钱呢，理论上，你像英国钱，理论上你，你会当摕英镑去甲英国诶英格兰银行换一个比例诶黄金倒转来，这是理理论上是安尼，所以英国因著是用这种黄金本位诶方式呢，吼，尤其是即、這个。 啊！一九七零年代之前，全世界呢大部分个国家拢是用这个黄金本位的方式。但是你面对天王宝钱，要安怎麼来印钱呢？吼、哦！所以这点呢，吼、哦，咱顶拜有讲到伊藤伊藤博文呢，变去美国啊，啊去学习到美国啦，去啊看因美国应用什么制度来发行钱。啊，迄阵全世界有两个主义，一个主义就是用中央银行像。 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方式来印钱，啊，一种方式就是用啊，即、這个啊反中央联邦式各地分权的方式呢，吼、啊，来做中央银行的工课来印钱。所以美国就是用这个反中央银行的方式，美国呢用各地的银行来啊发行美金，啊，伊所成立的银行啊，这是全国性的银行。 但是，即个全国性的银行，即、這个法律呢？哦，提转来给大藏省哦，伊嘅啊财政部长叫做奥库曼啊，当信啊，大卫忠信呢？啊，当啊的啊同时离即个财政部内底哦，井上新哦，啊，个子甚至容易因家个经济部诶，即个处长交官员呢，因落尾来决定，着日本变下来用英国式的还是？ 美国式诶中央银行诶方式呢吼，啊，即、这个时阵，咱顶来有讲到，即个萨摩藩有较早偷上一个人啊，叫做啊吉田清城呢，去英国读册。啊，即、这个吉田清城离啊日本诶大藏省，就是财政部内底呢吼，伊主张着要用英国诶啊英格兰银行即个中央银行诶方式呢来印钱，但是问题到尾啊。 瑟泽荣伊呢這，啊，交即个井上新，啊，伊主要就是瑟泽荣伊去做研究诶。因为伊伫法国去两年诶时间呢，有去学习到即、這个用股份有有限公司来设银行诶方式呢吼。所以到尾啊，伊去研究美国诶银行法啊，啊，這个即个欧洲诶银行法呢吼，啊个考虑到日本诶当时国家诶状态呢吼，然后伫一八七二年啊来制定着。 因日本第一批嘅国立银行条例，啊，即、這个国立银行其实唔是国立诶，伊是全国性诶银行，但是因为当时因为日本人包括 A 字因个英文拢无够好呢，后将美国嘅即个 national 换做国立呢，产生误会。其实即个拢是即个民间资金诶银行，因为民地天皇攞无钱啊，啊，所以用即个民间银行嘅方式呢，吼、哦，股份有限公司嘅方式。 来设定即个银行咧，啊，安尼对东京第一京第一京，东京第一京咧，由什物人咧？著是由三井啊、三井组啊，交小野组，即两个即、这个啊好业人哦，诶、啊，即、啊这个家族咧，三井组后壁有资金是啊，即、这个嘉好战国时代咧，吼、啊、哦，前田利家因家族。 所以，即个三井集团呢，伊有遮的资金，啊，但是三井伊要做家己做老大，啊，小野伊家己嘛要做老大，啊，迄阵呢吼，哦、要爱两间合起来才有够财力，有法度伫东京来设第一级、第一间的国立银行呢。所以，迄、哦、阵、這個、呢吼，即个英银呢吼，伊用国家的行政权来甲因逼，逼因两间绝对爱合作会呢。 来成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两间做伙拼，未使安尼各自为政，因为各自为政阻力无够，啊，应该嘛是用因日本政府的外汇的业务，啊，个即个税收，吼，啊，政府支出的业务呢，来做啊，伊的啊引诱来鼓励因两两个集团呢，来合作设第一间诶，即个啊，国有银行的吼，啊，南信证券。

无外汇，无黄金白银，要安怎有法度来印钱，互人民要接受？所以，永一啊，伊去想到，甲伊藤博文用到这个私人咧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日本民间有钱，所以伊来要求到三井交小野这两个集团来合作设立第一间诶国立银行伫东京。啊，到啊，这个。 仙台设地七十七间，到京都设地一百五十三间。即、這个明治天皇就发现讲，哇，安尼钱已经是真少济啊！因为即个一百五十三间拢会使听啊，即、這个明治天皇来印新钱，啊，将旧钱收得回来，啊，来卖即个公债。所以到一百五十三间呢，明治天皇讲安尼未使搁蚀啦。啊，以后要个要个蚀呢吼，诶、欸，发行会。 货币诶数量要控制，唔会通货膨胀啦。所以各位，你近来去日本，你有那时候看到日本真侪银行吼，用号码编诶，叫做三十四银行，叫做七十七银行，也是八十九银行。伊诶后壁诶典故，就是因为安尼，明治维新初期诶钱，就是靠因，即系私人诶公司银行出来印诶，啊到。 牡丹社事件，到牡丹社事件，一八七四年，啊，来一八七五年，这个清朝啊，用五十万两名义上是甲日本买咱屏东啊地区的道路交桥梁啊，啊个帮下，其实内底是四十万两是赔偿啊，所以这五十万两的白银赔付日本了。 真侪钱是去互三菱即间公司赚去，咱有甲各位报告。但是三菱赚的是赚赚伊日本钱、日本国内钱，所以这五十万两的白银呢，就去互日本安尼退去了呢。日本伊就白银啊，所以讲伫一八七二年，就是即个国立啊，即、這个银行雕咧啊、哦，过十年一八七二年呢，日本伊就白银有法多。 来设伊个中央银行，所以迄阵才来通过啊。即、這个日本银行个法律，日本银行个条例。所以一八七二年通过了，一八七三哦开始营业。啊，来一八七四呢，吼、啊，一八八一八八三开始营业啊，一八八四呢，吼，就规定讲新的日本钱，仅限日本银行会使用。台湾即一百五十三间个国流银行呢？ 诶，汇票即钱诶发行权拢爱收得回来，所以变成干呐？即个日本银行对一八八四年会使发行日票，所以进咱去日本呢，你摕到诶日本钱，拢是日本银行伊所有呢。即、这个对一八八四年开始，啊，但是一八八四年迄阵，全世界大部分拢用黄金本位啊，日本呢用银本位。 所以，这就是印证着我他所讲诶。伊主要伊的白银，就是对牡丹事件迄个五十万两诶白银。啊來，来来啊，到当时呢，来啊，到马关条约一八九五年，清朝挂台湾和日本了呢。过两年，一八九七年呢，日本诶，日本银行已经改做黄金本位，就是讲伊已经。 做贸易，做啊对外出口有赚着黄金呢，所以伊日本的即、这个啊银行伊有有够诶，即个黄金交外汇，啊会当来交各国招商，用黄金做本位来发行日票，即是一八九七年去到咱台湾了。所以讲各位咱对这看起来即、这个涩泽容易呢吼，伊、哦、对日本啊伊即个银行制度的建立。 交股份有限公司嘅建立呢，功劳非常大。因为呢吼，离一八七年，伊要过离啊财政部咧做官嘅时阵，伊一八七三才辞职嘛吼。啊一八七一嘅时阵呢吼，伊就感觉讲伊系欧洲所二嘅，即、这个啊股份有限公司即个制度真好，会当来发展日本嘅产业。啊，就是讲你要明治维新要成功，爱特善兴业。 啊，要第三兴业、要有银行以外，爱佫有一个制度会当来运用着当时日本私人诶资金，包括因过去诶各地藩伊诶家族即系华族诶资金呢，因此拢变作私人资金，所以要安怎个合作伙来合资来做实验呢？啊，即哪里个年代就是要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真歹势，日本诶商法来啊到一八九零年呢。 正透过啊，一个德国诶，法学家交经济学家叫做赫尔曼·赫罗斯勒呢，迄阵正对德国啊，将德国嘅商法翻做日本，啊正有日本诶诶商法，内底包括公司，包括即个票据，包括即个海商等，即个法律呢，即个法律拢爱到一八九九年才有，所以社实从伊哩一八七零年。 咧做财政官的时阵咧，要安怎来用股份有限公司来鼓励日本人合资来做生意，啊来发展因的国家的产业呢？即等于要搁等三十年才有公司法呢。一八七年到啊，要搁等二十年才有公司法。所以你迄个时阵呢，吼，一八七年的时阵，说最容易对法国邓来打两年尔吼，因为我哋法国所学的物件呢，我写一本小手册。 个绿色规者这是伊家己写的册，就是讲用到这个啊，私人嘅资金啊，企业自主嘅原则啊，由这出资嘅人有选股权，根据你嘅股权有选股权，选出董事长、社长出来经营啊，这个公司若有趁钱，就根据你嘅出资嘅比例来分这个股利啊，公司若了钱。 比如讲，碰到天灾，阿、啊、你嘛是爱按照即个出租的比例来负担即个损失。啊，安尼由股东啊来开会选出董事长，交董事啊安尼来啊对啊大众的租金啊来吸租金来经营事业，啊对外口来聘请人才来做总经理、经理。所以即、這个啊公司法的原理呢，说着容易哩一八七年。 日本还阁无公司法，日本的财政部搭战神呢，拢啊伊当做办官方的文件呢，啊发发送予日本各界，予因鼓励因用即种方式来租赁即个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因为迄阵无法律啊，无公司法，所以迄阵咱进现代的公司法，一个上阶段的基本原则就是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 股东的责任责任就是出资金出偌济，上界济就遐个资金了去，即、這个股东的责任就尽啦。所以你未使可以找股东出钱的支来赔，即叫做股东的有限责任。啊，而即个营业一零一八七年所写的即个绿色劣者呢，吼，并无即个啊过分有限责任的原则，因为你要有即个责任嘛，啊，有限责任就要用法律来定。 啊！你用即个绿色劣责是一个手册啊，互民间咧做契约咧定诶。即当然无法度有即、這个啊啊，即、啊這个有限责任的制度。所以你要看色泽容易安尼哦。你做官员的时阵，就去做即个手册出来呢，吼啊！伊、啊、伫一八七三年啊，伊伫一八七三年，因为即个大久保利通交啊奥库嘛啊，大维中信的吼意见不合，就是大维中信。 交啊，这个瑟卓隆伊呢，主张爱政府的钱咧，开，爱有财政纪律哦。等于讲，趁偌济哦，开偌济，毋通去哦，借伤者钱。但是啊，即、这个大久保利通交因的意见无相呢，所以迄阵呢，吼、哦，大维东信交啊，瑟卓隆伊呢，啊，两下撕掉空壳。所以瑟卓隆伊撕掉伊个即个财政官的坎坷，二一八七三年了呢，伊两下落来。 啊！创立苏联公司，创立苏联公司呢？吼，伊真紧啊，落去啊！伊当时鼓励即个三正交小亚这两这两组合作一个第一国立银行呢？吼啊，是最容易落来遮做董事长、做社长就对了。啊，来通经营第一国立银行，啊，来协助了日本政府呢？吼、啊，来设立其他诶，即个啊国立诶银行第，第二、第三、第四、等等，安尼遮呢？吼啊！ 过来协助到日本的吼，来做真侪产业发展嘅工作。所以，伊龙总替日本设立五百几间嘅公司，内底包括王址制作啊，落面制作啊，里面伫微信落要有即个纸嘛吼，即王址制作吼，啊，哦、這个即个啊啊，即、這個哦啊這个伊贸去成立共同运输公司，咱里啊，无单下事件的时阵啊，有甲各位报告过嘛吼，啊，有即个共同。 诶，运输公司嘛，要有海上欸保险公司啦。啊，有或个海上嘅保险公司了呢？吼、喔，即日本有这样个私人公司了，就有一个需求，要设立一个东京嘅证券交易所啊，就是在股份，要当人啊，证券交易所来买卖。所以讲，即个东京嘅证券交易所啊，嘛是啊，说说容易呢？吼、喔，安尼离迄个无嘅当中，安尼用伊嘅专业知识，离法国学上来。 诶，公司法啊，诶，专业知识咧吼，安尼说替日本设立着啊，即、這个啊，股份有限公司方式诶、這個，即个啊，东京诶，证券啊，交易所，啊，佮包括奥斯卡诶，证券交易所，拢是伊安尼替日本做出来诶吼。啊，所以说实上，伊替日本设立着超过五百间成功诶公司，包括设立着日本，因诚侪即个铁路。 诶，铁路公司拢是用私人诶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啊，安尼呢吼，伊啊伊一生内底，有也有三间公司呢，交咱台湾有所密切的关系。咱后礼拜则来甲各位报告，对三间公司交咱台湾啊有密切的关系呢吼。咱真感谢各位今仔日来收看后礼拜，咱继续来甲各位报告说说及容易交咱台湾诶股份有限公司诶建立。 họ cam sạch tôi